他看到了陌生人啊，这家伙表现得非常的凶猛啊和凶悍啊。好了，别咬了啊，这家伙。好了，好好好好好，你看这家伙，他要真的放开，那陌生人就惨了啊。好了，家伙，好。所以说，纯种藏獒的一个护卫性是非常好的啊，霸气、杀气都是非常重的。别咬了啊，快，土贼，快过来！这是一条一岁半的公藏獒啊，它还没有成年，它要到成年的时候，它的攻击力就更强、更大。看这家伙，它的眼睛都是直勾勾的看着这个陌生人啊，看着外面。一旦有突发情况，还有陌生人出现的时候，那么他的攻击性就跟着就上来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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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闹了啊！对啊，你看他迫切想看到外面的情况。